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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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往里走，快往里走！啤酒人，先杀这落手的。我划了一手。哎呀，好疼，好疼，好疼！哎呀呀 ，AC 这加血不错啊。俺们家其实一级有点垃圾，我觉得。这 ADC 不闪现呢 ？ADC 早点闪现呢。好像我们家一级确实有点弱啊。你们先玩一会儿，我先撤了。那 ADC 交闪现好了，谁的加血呀？小丑的加血啊，小丑辅助啊！我寻小丑打野呢，原来是小丑辅助，我的天哪！传送咱交不交呢？不交了吧，下边再交这个传，我留一手，无非我就是丢一个兵，没关系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抠一下。哎呦，他升的有点快啊，这升的也太快了。你好凶凶哦。打不了 AQ 平 A 致命点炎 AQ 平 A 一个 Q 烫死闪的还挺快1100够不够好像不太够啊，小心点，他们家打野蓝枪那无所谓了。Q A 点点 Q 吃饼干驾，这波没玩好，哎，真菜呀，这波 Q 没躲掉。拆了拆了拆了，正常来讲应该我们把他给杀了，没玩好，正常能杀的，其实吃 Q 了，反应不行，驾，哦，折磨，这就是反应不行，你知道吧，反应太慢了，但我也没办法，年龄大了是这样的。回家了，买一个布甲鞋啊，我多大了，我有15厘米吧，完了出错了，怎么出水银骸了呢，哎呀哎呀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出错了，哎，就让那个人给我干扰了，你知道吧，他问我多大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瞅不对劲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平 A
平 A W Q A Z A Q 点燃平 A A 驾嘿，水银海就水银海了，这么地儿。谁无敌了？哎呀，又无敌了！卡门兵线，看这落手敢不敢过来？怎么从这儿出来了呢？回家。把耀光跟这个出了，再来个小短剑，卖两瓶药，加点蓝量。买个针眼儿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他买了一个，哎呀，这小子带的是点盐哈！哎呀，原来他带的是点盐哈！哦，原来如此。别着急跟他打，先 Q 一下，咱两层 Q 啊 ，A A Q A W Q A 大。A Q A E Q 杀人加补车，两全其美。我在吃他个石头羊，喂喂，我走了。这 ADC 好像怎么回事呢？这 ADC 跑这儿来死来了，完事儿。但是兵线在这里，他俩却说我的伤害太低，没事儿，加油。小丑还在给他加油打气。那到底是送呢，还是没送呢？能不能玩一脚流现在？驾耶！溜！这波不应该啊，他的虚区有点高了。先考虑了这波，来啤酒人，我到了啤酒人，这边给我杀，看看谁比较值钱啊？蓝枪值钱，那就先杀蓝枪，好吧，先杀蓝枪。驾！耶！给我杀！好大啤酒人 ，QA， nice 啤酒人，把这打了。
咱们 W 别用啊，一会儿落手要来，把落手杀了。好，他不来。你给我，我要回家的。你给我，我把上路塔给拆了，多好啊！哎呀，这啤酒人呐，挺坏我的事儿啊！这啤酒人，这波没有技能了，一会儿有大了再跟他打吧。我那一个平 A 还好把他 A 死了，要不然打不过他。还好我们这三项平 A 有点痛，这波没有大。要打这种落手的话必须得有大，两个大，一个大招躲他一个 Q， 一个 E 躲他一个 Q， 没有大很容易让他疯着。吃他个石头人儿，这有闪现，一看这就是有闪，你知道吧？回家了，514605下去先拿950。杀蓝枪，不追了，等一会儿，那边有落手啊，不追，追了不合适，这随时挺烦人呢。跳弹，跳弹，跳弹！蓝枪，杀这蓝枪啊！我看你能不能有我跑得快的。有红吗？哎，红 buff 可以啊。等一会儿，先别急挡。驾！825回家。别追了啊！我要去下路。杀一波对面的 ADC， 人马这版本好像不行了，哎，不厉害了。你看这啤酒人拿个峡谷先锋，啥也不干，红也不给。用不着手，手什么上路？来来来来来！哇！你还给他瞎当，我操了！这一千能给你？为什么拿一千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个破 AP 小丑的拿个一千。
扣一，驾！啊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！杀俺们家 A 中单。我跟你们说，那球泥往左边走一瞬间，我就知道维克托可能会在这个草丛里边出来，我就在等他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家还是死了一个。算了，上去看看能不能治治的落手。哎呦，啤酒人，啤酒人死了，啤酒人没事，啤酒人死了，我们治他。这蓝 buff 我要了，先 QA 一下 ，W 一手 QA 驾，致命点燃 QA 给大平 A，QA 吃药平 A，QA。我操！一丝儿，哎呀，把他杀了我就死不了。反手吧，四个药来驾，先杀维克托，我们没有魔抗，哪那么多闪现呢？AD 过来包一下子死了， AD 不过来包没死掉。你挺骚啊，我一看呢。这 ADC 可救不了。可以。算了，走吧，别打了。把中路塔看能不能拆了。你妹了！你还敢搁这，还搁这收线儿？我给你厉害的哈！你看那么点破血，还搁这收线儿？来个板甲。二甲出完，来点魔抗。怎么跑得这么慢啊？感觉好笨呐、啊！把上路的落手给他杀了，没带疾跑。驾！哟吼！哦，咳血战斧。有点离谱，我打，我有蓝，打了，我们三个试试看。快来吧，啤酒人，要打吧，我帮你扛着。虽然我们打得有点慢啊，但是还是能打得下来。下来来，小龙可以要，走，小龙。驾！
个药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六边形？别着急啊，别急，等人，等人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不能上啊 ，ADC 没在，我们上了就白送。我虽然有点无敌吧，啊，有点无敌，但是他们四个人打我还是不行，扛不住。我就想知道这 ADC 到底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块拆。呀！呜！大爷，你给我拿个飞镖，别的。我们刚才打的卡莎只能硬打了，没办法，他有大。我要是 R 出去，他指定穿我。一瞅那锤石就有闪现，一瞅就有闪现，百分之百有闪现。这小丑有点骚啊，这小丑。我传个盒，驾，打不了，撤。那邪怒了怎么打？黑帝过来呀、啊！你有伤害没有啊？哎，不行，这虚区太低了。那虚区咋那么低呢？卡视野，这不是卡不卡视野的问题，这就是虚区太低了。他连点护甲都没有，他一点护甲都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一共就一个小破铁板鞋，加上个咳血战斧。我这护甲这么老高，我能有高达200的护甲。他俩打我，两个 AD 英雄打我，然后我们死了，他没打死人。一杠八能有虚区吗？一不一杠八，两件装备也有伤害，就是菜。说白了就是菜。那恶飞流失还这英雄还少伤害。这英雄就少位移了。红拿掉，把红拿了，这边中路可以团。拜拜，不打了，没队友。打不了。
我看我还得出件什么装备能厉害点。哎，一换一还行，跟我冲来，往回踹，杀 ADC， 来随便 A。这一个小破落手的，你这他，你说他又能又成什么样子？两秒钟就躺，可以大龙。被大龙来把大龙打了，这是我们家第二条龙了。你好，没下去，我先给他踹下来。你俩跟我打。我还真死了，还打大龙。哎，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该撤了。那卡莎来了，哇，这球女有点骚啊，这球女。啤酒人，啤酒人，啤酒人有一闪，可以，闪现一也行。他应该有闪现，还有闪，哦，啤酒人死了，我再来点啥能厉害点呢？我觉得这人马还是不行，来个九头蛇，来个蟹手吧。上个版本银马还行，这版本又削了，不厉害。我本以为不痛不痒，没想到确实一波大削。两千差六百，谁被下当了？这没法去。卡莎好像找我来了。我们找他的。呀！人好多呀，换个锤石其实不太合适，但也行吧，不换白不换。小龙可以要，我有船。哎呦，我啤酒人。我差个蟹手怎么办？小龙，小龙得要啊，三条龙了，不行，这不要不行了。好一个 ADC 呀，我操！他们家阵型有点好，我没法上。你这龙魂不要怎么玩啊？
们家打了两条大龙，打不过对面，你们想一想吧。嗯，打不过对面。你们想一想，这把到底有多难打？两个大龙600块钱，干哈呀？要抓我呀？我也就这装备了，都没提升了。回家买个装备，买个钢铁合计吧。好歹咱也是补了200来刀的 ADC 了。也到33分钟了，靠一个人肯定是赢不了了，加油吧！你们确实确实确实是行事儿，确实，我还卸手呢，就打我来，就打我维克托，我让你就打我。哎呦，这都没打赢。大龙能打吗？费点劲，他俩不一定能打得下来。啤酒人，快点去！快啊！三项换，钱不够，差100。这我这换啥都没用，我觉得没啥用。位置其实不错，就是没打死。好像能守住，没事，再守一波。这小手的盒不错啊。驾！耶！你可跑不了。赛跑，小伙子，没跑对人啊！哎，喂 ，Hello，
我他又嘟应，好嘟又嘟，抗上米打，是米打，怎么回事？还得卡住的呀？怎么会卡了呢？我把这 QQ 游戏给它退了，我把这个也给它退了。英雄联盟从来没出现卡顿的状态，谢谢长超孤杨家。哎，我操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动啊，咱先别动啊，咱们先别动啊，谁也别动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先不要动弹啊，先别动，都别动，我们家远古龙都别动啊，谁也别动，点一下就行，别动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，我重上一下，我把 VGame 也给退了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，头一回英雄联盟卡住。别跟我说没了，打完了啊，有机会。不过这电脑确实有点卡啊，电脑好像确实有点卡。如果这边进去又卡住了，那我可能得重启一下啊，可能得重启一下。好像在呼唤，我去重启一下，等我一会儿，兄弟们。没打完呢啊，没打完呢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也不让动啊，一动就卡住啊，这没法动啊，我这修复一下，修复一下试试。
修复一手，不用 VGame 啊，那我直接进去我就给你 VGame 给退了呗。就怎么的，他也不能卡住啊！打完了，好像打完了，基地好像没了。那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修复一下吧呢，那这也没办法了。修复完毕啊，还笑？那我不笑应该咋？我应该哭啊！进不去了，应该打完了，我没办法，修复一下吧。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修复一下文件。